人生係一個列車，一路向前行。那個過程到個結果，其實我哋都未必知道是發生緊咩事。當我一直去行一條路的時候，我就會發覺原來有很多本身不可能的事都會變成有可能。我覺得不試就不知道，同埋試了才有更多可能，人生我們用 AI 其實最重要就是可以希望可以令到個學生有著燈嗰下，真的可以找到他自己的答案，可以發掘更多的可能性。做人是要不斷地挑戰，人生裡面會有一些不同的難關你會過，高低起跌都是充實自己的一個養分，所以探索這個過程才是最重要的。繼續熱愛著這件事的時候，你會想更加探索，你會見到很多問號，你會想去挑戰那些問號。只要自己很明確知道自己的目標是現在做的事情是開心有意義的話，盡全力去做一次先，得不得都好，怎都一定要做一次先，看看結果會是怎樣的。全部是不可以吃的，我都燃燒緊，希望你們都 keep 住，不要放棄。人生是一個很多可能性，值得去試，值得去玩的事。可能性其實就是由不可能到走出來的，沒那麼多猶豫，努力把握所有的可能性。